天下之路，看一下哈。刚打完这个城。Sergeants in charge! Take over command! Go! Thank you.
Sergeants, take command! Yeah!1800也蛮多的啊，那估计他应该会派一支来吧，还是找点援军好了，多找一些人。好多好多新人哦，不太认识。前提是我的人要先到。
城镇工程建造速度加25，城堡工程建造速度加50%。遭到围城时，士兵的弹药加50%，其实不太需要。防守的时候，上面都有箭头可以补充。
三十只，我可以带一百三十只俘虏。这阿萨来，重骑兵，这攻击兵超多只的，优秀。我伤42，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那个，可以多带一些。攻击敌人，冲啊！让我想起了世纪帝国。
升级了，这什么？说服几率略为提高。下一个，直接南下喽。那个城池兵都很少，决定围攻。古之雅啊，这才是重大的城啊！攻打城镇，城镇，看一下它的防城墙等级。
Horse archers! Move! Stand upon cavalry! Horse archers! Move! Loose from it, archers! Yeah! Mounted arrows! Forward! Ugh!
术支援。这一次一定要让阿塞来。哎呦，乌奇德就是他们的国王呢。骑兵152只。Take over command！ 哇，这是呀。
个城镇很富有哦。但装备不怎么样。带他们绕一绕，他们就可以一直招募士兵了。西部帝国的战力如何？6000，很高，不是随便打。剩下500多人，500多人，应该都投降了吧？Sergeants in charge! Go!
Scheiße.好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哈。这个工程呢，我们就下次再继续。今天就先到这了啊，拜拜喽。